大家好，我是陈景红啊，希望龙年大家那个开开心心，一家人快快乐乐。Sunny Chan is often a Mr. Nice Guy in Hong Kong dramas. In reality, he's also a caring dad who works only 6 months a year now so that he can devote half his time to looking after his 5-year-old autistic son, Edgar. 一岁多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问题了，比方说他去分辨这个声音就分辨了差不多一年，什么声音呢，就是那个吵，不停的吵，有不同的声音，滴答答答答答，啵啵啵啵啵，哒哒哒哒哒，他很想分辨所有的吵那个声音，厉害吧？很厉害。所以未必是一个学习障碍的东西，对吗？可能是他比我聪明。OK， 我都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我跟大家讲，就是我都中学三年级，才能够完全从 A 到 Z，A 到 Z 是说完一篇。我时常都记不住的，我通常我就是很清楚很了解那个东西，我才能记住的。我相信我的孩子都跟我差不多，他不太能够硬记一些东西，他真的要自己完全去摸索了过后，对对，了解了过后才能够，他才能够应用它。所以当我为什么我很喜欢看着他睡觉也好，跟他学习也好，他跟我学习那时候都好，我觉得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我镜子，镜子好像看到我自己从小到大的长大，我觉得很好玩。The veteran TVB actor went public with his son's condition last November in a bid to stop the prying paparazzi in Hong Kong from harassing his son and his sister's children. 英雄多见亦常人，就是英雄多见，你也觉得他是平常人。所以我就不停地说，大家就不要赢了，就不赢了，就不输了。所以我这个计划很成功，之前就是用他的镜头放在节目前，这样子，就要弄到大家哭了，我的孩子哭了，你报警了，他就不停地暴怒了，有新闻了。所以我觉得，但没办法，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 adapt 他们吧。So is Edgar now making good progress with his languages? 100多个中国字，100多个字很不错。我就教他比方说就是笑一撇一点一撇一点一点一撇一点一点一撇一横一撇一捺笑，咁啊跟住坐一撇一点一撇一点一横一动一横，就不停的每一个字就教他，我觉得很好玩，还有非常的满足。他现在会叫爸爸妈妈吗？你叫他他才叫。还有就是如果他很高兴了他会叫。他有一次就是他有用，我带他很喜欢有用，他有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很满足了，他捅在那个水里面，在那个水泡那个捅着啊，他很开心，之后就看着我汪汪爸爸就是这样子。比方说很多小孩子都会拿东西吧，拿人家的东西，玩具啊什么，他会让给人家，那很好啊。对，他因为他不会跟你讲的，比方说老师骂小朋友，他就怕那个老师，为什么呢？就说老师你不要骂人很好玩，我觉得很他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小朋友。 Three of Sunny Chan's dramas are now airing on our cable channels: Wax and WaneRiver of Wine and Curse of the Royal Harem. And if you are a fan of TVB's most controversial drama in recent years, When Heaven Burns, stay tuned as we meet one of its lead actors, Kenny Wong.